是 A7 合一宅的抽签配地的相关不公不义的事宜哦。我是王宝轩，那待会我们居民过来会再加入我们。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A7 合一宅是当时爆发就是叶世文远雄行贿叶世文弊案的一个重要的案子之一。那之前也曾经爆发过违法预标售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当地居民的所有权状都还在手上的时候，政府就已经把他们的土地卖给了财团。因此我们发现 A7 当时就有财团可以预标售的这样违法的状况，但现在居民在听到抽签选配的配地过程之后，发现原来他们只剩下会被驱赶到周边的一些边坡地或者垃圾地或者坟墓地这样子的地方。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说明。那我们先喊个口号：财团可以预标售，然后百姓只剩垃圾地；财团可以预标售，财团可以预标售；百姓只剩垃圾地，百姓只剩垃圾地；财团可以预标售，财团可以预标售；百姓只剩垃圾地，百姓只剩垃圾地。我们再喊一个区段征收不公不义，区段征收，区段征收不公不义，不公不义，区段征收。区段征收不公不义，不公不义。好，那我们先请我们 A7 自救会的会长徐玉琼女士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状况。各位媒体大家好，一二三了，对，徐老师好。我是金马捷运 H 站自救会，其实在1999年开始被预标售征收到现在5年多来，就像吴对义讲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声音，因为没有声音，所以急速的被征收。那么吴对义这个专案是庶民专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如果等一下介绍看到配地，我不知道这是庶民啊，是针对庶民来开发这一块地吗？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配地，那天在配地说明会的时候，那个官方的人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去合并，你们土地小的人可以去合并。问题是合并我们要怎么去跟大财团合并？人家要我们可以跟他合并吗？人家愿意吗？那既然你征收了我们，当初我们是个人都有个人的土地，今天你叫我们去合并，那我们的土地又变成财团的，那到底政府是照顾了谁？这是我们一直怀疑的，到底政府照顾了谁？然后还有一点更离谱的就是，我们很多只有20-30坪土地的，他们被征收了，他们只剩下不到10坪。那他们怎么去配地？他们只是想回来住而已，可是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我记得，如果大家还记得大埔张药房6坪地，我们这边也有只剩下不到10坪地的，他们要怎么盖房子？所以这一路来虽然被征收，大家我们的居民今天为什么那么少站出来？他们觉得这个政府一再欺骗，从开始就欺骗我们到现在还是在欺骗，他们没有了信心，不敢走出来。大家的心里说，只要政府要的，我们人民有什么办法？只有双手投降的份。我希望在这个事件之后不要有在其他的世界再被征收，可是可能吗？目前还有很多后面即将要被征收的，他们的家在哪里？ A7 已经被全部铲平了，可是后面的人他们的家也会被铲平，可是他们不知道，因为政府一直在欺骗，都说会安置，可是 H 安置了吗？连安置连一个地方都没有。H 合一宅是谁抽到比较多？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看，是不是当地的人，当地的人有抽吗？有资格吗？连资格都没有。所以我希望在这里请媒体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告诉社会大家，因为我们不想再沉默，沉默了5年多没有声音，一直被压掉。我希望这一事文之后，这一连串，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更多的议事文，还有更多的 A7 会产生。希望这一件一些事件能够更加的去让大家知道，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希望大家也拜托各位媒体，谢谢。我们谢谢玉红姐，我稍微交代一下整个案子。这张图是现在 A7 的征收配地的地图哦。那我们可以看到，第 A7 站的站体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机场捷运 A7 站在这边。所以这边最精华的地段，我们可以看到，在5年前，那个合一住宅这块土地就已经被标给了这4家建设公司，还有包括这里的产业专区，也在5年前就已经标给了这些厂商来进驻。也就是在居民的所有权状都还在口袋里的时候，政府就把他们的土地给卖掉了。那本来的聚落大概形成的地方都在这里，但现在当配地的整个公告出来之后，我们发现有4大问题，在各位的新闻稿上面都有。第一个最明显的事情是，我们发现有非常多区位在非常好的地点的土地上都标示了一个权字。你们在记者新闻稿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放大图，可以看到那个标写权字的那些地块，这些区块非常好的区块都标写权。权的意思是什么？权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值，整块把这整个标下来，你才有资格去分配那样子的土地。那个权值多大？大部分都是5-6亿起跳，也就是你的权值要5-6亿起跳，你才有可能可以分配到这些最好的地点。这是第一个问题。5-6亿有多大？我们稍微查了一下，5-6亿可能要有上万坪的土地，你才有可能达到5-6亿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值。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的是，不只是这些街锅被分成权，所以你要整块拿下来，要有非常大的土地才有资格之外，在这些所谓可能可以让大家分割的土地里头，没有标示权的，它通常都有一个第一块、第一宗土地的限制。所以在各位新闻稿上可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像这个是第一宗土地，或者是这一片里面的这一块是第一宗土地，这个第一宗土地的权值大小也都上亿，可能至少要1亿或2亿左右才能。也就是说，你的土地还是要上千坪，你原本拥有的土地还是要上千坪，你才有可能有资格去分割出街锅里的第一块土地，这样你之后的土地才有选配的可能。所以后面的土地要切割分成小块小块，一般著名的那个土地在这张图的呈现上可能都只有比牙签还细的这样子一小块，结果是他们一般土地可以配到的范围。但是像这种大块的，或者像这样大块的第一宗土地，即使你抽到的签在前面，也会因为你权值不够而无法分割这些土地，而使得那个抽签沦为形式上的公平，实际上还是权值大的大地主可以把整块土地吃下来。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居民发现到的是，由于本来这个林口台地的地势上面，为什么一开始聚落在这里，就是因为这边的土地是比较平，比较适合人居住的。周围这边包括了我们今天出示了非常多地图，这里当时爆发弊案的力保建设，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上面很多都是垃圾堆填起来土地，所以这边很多都是像我们玉红姐手上拿的那个垃圾，就是从这个地方的垃圾冲下去堆积到新庄水源地，新庄在这个地方，水源地上有在这边，都是这边的垃圾地堆叠起来的样子。那我们也特别到现场去拍摄，这张照片也是这里的现场的画面。那同样的，这边还有非常多地方是边坡地，包括这里，包括这里，包括这里，边坡地的照片也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呈现。它基本上在坡斜坡旁边，所以我们一直很担心它可能会有地滑的问题，或者是未来不知道房屋盖这么高会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整个全职的最小全职的限制之下，我们发现现在的住民可能没有办法配回他们原本的聚落边，反而会被驱赶到不管是坟墓旁边，或者是垃圾地这里、电塔这里，还是这边的边坡地，让现在住民发现他们的权利真的严重的受损。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我们今天一样来到现场的，有一个本来有一栋三层楼的透天处，住在那边安居乐业的黄小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当天到抽签配地的说明会的时候的感觉。大家好，我今天来最主要就是那一天说明会，才了解我的土地被政府征收了。我本来有37坪，可是他给我征收了28点多，剩下8坪多的土地，然后要抽签，坪数不够不能抽签，这代表什么？啊，甲留一八坪，我嘛唔知影要创啥，甲即久嘛无规划，讲我的土地剩的是伫倒，我原本的透天厝1、2、3楼，甲我拆掉了后，即久阁重新已经起一间土地公庙啊，伫遐，伫迄块土地，啊，我要抽签煞无资格，讲我的坪数无够，无机会，我要请问政府，安尼是互阮？给阮这笔自营一点仔机会，强要把阮的土地征收去，无一点仔把阮补偿，也是讲把阮规划，给阮有一块土地通去起厝，拢无。谢谢。我们谢谢黄姐。黄小姐本来在一栋30几坪的土地上，有一栋3层楼的透天处，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但现在被征收了之后，他一直到礼拜四去参加抽签配地说明会的时候，才正式被告知他的权值太小了，因为他大概只有3、400万而已，这个权值太小了，他并没有办法参与抽签配地，他一定要跟人家合并，才比较有机会可以抽到土地。那可以让大家一个感觉是，原本我一般的住民一栋透天处30几坪的土地，跟你一开始要有那个门票进入抽签的上千坪土地，那是有多大的差别。所以基本上只有大地主、投资客，甚至不断合并全职的许多投资客，有可能在他们一抽到签之后，可以一次拿下20-30的结果，把最精华的土地、最没有问题的部分全部一次都收了下来。那剩下的就变成是像黄小姐这样子，或徐大姐这样子，20-30坪市区在这里一辈子的当地地主，反而没有资格抽回他们原本的聚落周边，甚至连配地的空间都没有，或者配到一个10坪的土地，最后也只能卖掉，并没有办法再回来这里再继续住在这个地方。那这是我们看到最不公平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请来声援的徐世荣老师来为大家说几句话。各位媒体朋友，这实在是一个让人非常愤怒的事情。区段征收制度是对一般老百姓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台湾农村阵线早在几年前我们就要求政府应该把区段征收制度把它废除，但是政府基于他财政上的需要，基于他政治上的考量，一直把戒严之前所制定的这个区段征收制度一直保留到21世纪来继续在应用，这个是等于是剥夺人民的基本人权，等于是抢夺人民的财产权跟生存权，这是严重抵触我们宪法第15条所规定的财产权、生存权、工作权应予保障。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儿，让各位清楚了解区段征收制度，它的全名叫做底价地市的区段征收制度。当初政府都跟他们讲，依照法令可以分回40%，但是这个40%到底是什么样的40%，其实都没有讲清楚，藏起来就是这么不断的骗骗骗，等于是土地所有权人开出一张支票，那个支票的金额到底是多少是由政府自己来填的，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站在我旁边的这些土地所有权人，他们开出了一张支票，政府逼迫他们开出一张支票，但是上面的金额的多寡不是他们能够填，而是政府他可以随意的把金额的多寡任意的把它填上去。这个对土地所有权人或是住在当地的住民而言都是非常非常不公平。他们现在不仅土地被征收，房屋被拆除，甚且他们现在如果要分配的话还要拿出一大笔的钱才有可能分配到一块土地，但是这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跟各位讲，据我对地段征收制度的了解，他到最后用所谓的合并分配，土地一定变成合并分配，变成共有土地，共有土地之后你要再新建其实是非常困难，因为这些共有人当中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的建商跟财团在里面，因此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被逼迫把他们的持份必须卖给这些建商跟财团。这是其他地方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他们而言非常的残酷。你看到黄小姐刚讲，本来有37坪，本来有一个透天处，现在呢，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被扫地出门。我跟各位讲，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而这一张图各位看到在右边这张图，其实就是透过都市计划的手段，这个就是都市计划的细部计划。都市计划的细部计划谁在画的呢？是桃园市政府在画的，是以前执政他就把它画出来，故意把它画一个那么大的产业专区。他总共征收了236公顷，其中的产业专区大概占了44%到45%，表面上说要盖合一住宅，结果只有10公顷用来盖合一住宅，所以基本上它是个抢夺人民的一个财产，它是一个迫害人民基本人权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在盼请，我们希望政府应该好好的聆听这些小土地所有权人他们的心声，保障他们在宪法上所应该享有的基本的人权，而不是用这种方式把人家驱赶，让人家流离失所，让人家的家等于都不成家。所以我们在这边很痛心，后面的内政部他就是主管土地征收条例，他就是主管都市计划法的一个主管机关。我们盼请我们的政府内政部不应该再这么继续的恶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来忍受全台湾还有多少的区段征收制度，还有多少的土地征收，还有多少的人民要变成中华民国的国内的难民。各位要知道，我们的难民不只只有国际的难民，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国内的难民。我们人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因为他剥夺了我们的基本人权。我盼请全国的国民，你应该站出来了解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不要再被政府给他欺骗。我们应该站出来要求政府修改都市计划法，要求政府修改土地征收条例，把这个区段征收制度立即把它废止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从制度面来考量，同时我们更盼请政府一定要细心妥善的来照顾这些小土地所有权人，来照顾这些被迫切的人民。纵然他们没有小土地所有权，也应该是被保障的对象。盼请政府一定要细心妥善的来照顾他们，否则一定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谢谢大家。谢谢徐老师语重心长的提醒哦。我们最心痛的是看到像黄小姐这样安居乐业在那里三重楼透天处，之前一直去询问官员都说应该差不多就在可以配地的范围，就这样等啊等，等了五年，看着自己的土地先被卖给财团盖起了这样子的豪宅，五年之后回到这个土地上，在抽签配地的说明会里面才发现自己拥有的权值绝对无法在这里再盖回来，这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因为这些土地全部都被不是被合一宅哦，是被其他的商业跟住宅用地所抢走了，被其他的大地所抢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 A7 而言，我们要求立即保障，让原住户优先选配，让原住户优先选配的诉求，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分回土地。那我们接下来请同样是我们的居民的邓燕春，燕春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心声。记者大家好哦，我真的心情很沉重，他已经折磨我们五年了。我们之前的意思表示我们就心里很难过了，到现在要配地，我们到底要配到哪里去我们都不晓得，我真的心里很难过，真的哪天想不开我不知道。我跟我去祖先讲说，我难道我要住在我的今天买的别的房子都没有机会吗？我们的黄土上都没有机会吗？真的要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原住民吗？他说什么合一住宅，我们去配也没有，我们要什么优先安置也没有，到底是怎么了？我快要崩溃了。然后连个公园，运动公园也没有，一个那个。我觉得这政府到底是怎么折磨我们？是一个宅男，我们不是一个幸福的家园。我们的亲，我们真的很可怜。我们在住到那个山坡地，我们家全部毁了。我讲不下去了，我头好痛。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哦，燕春姐现在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万一她家配到垃圾地，配到边坡地要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为什么她好好的本来住在这个地方最好的土地被预标售给财团，被预标售给大厂商，变成了产业区，然后她现在回来看到整个抽签配地的规则，她就知道她除了这些垃圾地边坡地之外，她根本没有别的其他机会了。为什么一个区块征收师傅会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接下来请也长期协助 A7 抗争，本来是台湾农村阵线的研究员许伯任，现在是绿党的秘书长的许伯任来跟大家说一下。许伯任，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相信我们所有人作为台湾这个共同体的一份子，我们都愿意在真的符合公共利益，真的符合对百姓公平，而且不伤害百姓的基本生活权益的情况下，来配合国家的建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 A7 像许许多多这样以
区段征收为名执行的开发案，真的有符合公共利益吗？在里面受到影响的百姓，他们有被公平对待吗？这些百姓的生活有变得更好吗？我相信在 A7 这个案子非常清楚，显然没有。我们要问，这里面可以优先配得精华位置的这些全宗地，这些动辄上万坪、上千坪土地、上亿全值的这些人，到底是谁？还有没有问？桃园市政府、营建署、内政部里面，到底是哪些公务员跟这些政界财团的配合，才搞出这些量身打造、为炒作地皮的人量身打造的配地的方式，把原本的住民通通扫地出门？我们要问，这样合理吗？这背后难道没有官商勾结、贪污舞弊的情势吗？这真的是无法无天。 A7 案才搞掉一个叶世文，这样被注目的案子现在还在里面搞东搞西，难道中华民国真的没有法律了吗？所以第一点，我代表台湾绿党要求，现在应该立即停止这样子不合理、只图利财团的配地的作业，要求内政部把相关的承办人员移送检调调查。这里面显然有人谋不臧，显然有贪污渎职的状况。我们要求相关单位立即把这样的案子移送正宫跟检调调查，在有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应该停止这样的配地作业，不要跟所有的居民讲，不要害怕停止配地，现在再配对大家也都只是不利而已。我们应该硬起来，不要接受他们这样的威胁，不要接受这样不公平的游戏规则，让我们造成这样子土地流失、基本生活没有办法再回复的状况。第二点，台湾绿党要表示，所有的人民已经受够了这样子区段征收、这样子的狡诈欺骗，把人民驱赶独立财团的土地开发方式。我相信内政部营建署还有各地方政府每一次都说区段征收是有利人民的联合开发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再一次清楚地看到，这个绝对不是有利人民的联合开发，这是独立财团的政商勾结的阴谋。所以我们要求内政部跟两大党必须在下一个会期提出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立即废止区段征收这样的不公平、这样的狡诈欺骗人民的法律。第三点，我们希望所有的居民尊重，我们不能被这样子的政商恶势力击垮，只有我们坚持下去，继续跟他们缠斗，继续当成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些财团、这些里面不孝的官员，他们才会害怕，要不然一再的悲剧、一再的骗局会一直发生。所以拜托各位，我们要坚持下去，然后我们所有的社会力量也会跟你们站在一起，大家要坚强，加油。在这里要严厉的指控，到底还有多少个小许志坚、小叶世文？我们抓到弊案的、真的收钱的，我们知道。但是这个图是怎么画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权的设计？会有这样大片的接锅，让这些住民根本没有机会配回原地？这个图怎么来的？哪个官员做决定的？请检调，进入调查。到底为什么一块土地上到处都有问题，有边坡地、有垃圾地、有坟墓地、有电塔，会化成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开发案？
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需要环评？为什么会这样画？画到这边有一块土地原本要征收，又因为有问题被剔除了。没有一个案子发生这样的事情，有这种权的，然后有这种征收了之后发现土地不能利用再把它划出去的。这个案子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弊案？我们拜托我们剪掉真的出面把 A7 合一宅 A7 整个为什么十公顷的合一宅划到200多公顷这么大，里头的文章到底是什么，请调查清楚。在此我们也重申，我们的居民短期而言诉求很简单，现在要配地就让原本的住民优先选配，不要跟投资客一起，他们才有机会配回他们原本的地方。虽然土地大幅缩水，一点吃亏我们的居民还忍得住。优先选配，短期诉求，请让原本的住户优先选配。长期而言，长期而言，我们要求废除区段征收制度，我们也要求整个都市计划跟土地征收的审议过程的委员会透明公开，遴选机制改革，以及加入正当的防卫机制，包括像听证这样的机制，才能有效的遏止我们国家人民的土地不断的被从以官商勾结的方式送给财团。好，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声援的还包括了我们桃园航空城的反破迁联盟，以及我们的南铁反东移的自救会。我们台湾还有许许多多即将要面临土地征收的案件，即将要可能面对到这样不公不义的配地制度的不同的大大小小的自救会，真的盼请我们政府正视这个问题，也非常谢谢他们的声援。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先到这边，媒体记者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私下再询问，谢谢。可以，可以，可以。